进入他的院，所以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称谢我们的神。我们一同起立，不要全心赞美。常常感谢，不如来。
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如此的恩友，耶稣恩友。
是你的爱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姐妹。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主你的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共享这美妙的团契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以一颗喜乐的心，在你的面前来称颂你，因为这一切实在是你丰富的恩典和祝福。主啊，当我们特别在这中国即将要带来的一个中国年，主啊，我们再次在这里面，虽然我们离开我们的自己的亲人，离开我们的家人，但主，我们今天在你的爱中，主啊，我们并不感到孤单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在这里。谢谢主，愿你亲自祝福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，让我们继续来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请坐。